薪火相传，点燃希望之光，生命之火，传承给每一位员工。感谢我们的洪小姐，因为她让我们台东的子弟有份稳定的收入，给予我们那么美好的环境。谢谢洪小姐，因为有齐立芝的大家庭，让我们可以认识身边每一个人，而且很珍惜。因为稳定的收入，让家庭更美好。感谢一路身边陪伴的家人，因为他们一路的支持与鼓励、包容与体谅，才有今天的我们。此时此刻回想过去的种种，我们有欢笑，有泪水，也有感动，有彼此支持互相的动力。我想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宝物。有洪小姐，有现场每一位员工，才有我们的今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路走来支持的陪伴，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我们今天才可以这么快乐。相信我们所有的员工，此时此刻感触应该很深。台东土地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的感情相当相当的浓厚。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很努力，每一位员工都很用心。我们为了齐力，创造我们自己的一片天。我带所有员工，我带你们身边的朋友，我再次感谢你们，谢谢。接下来，遠いに日本からお越しください。皆様にご参加いただき、とても光栄に思っています。出演にしていただく番組を皆様に気に入っていただけると幸いです。本日に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满子母马萨鲁马里马里，well, thanks for the all the people from Italy, from the Japan and everywhere,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ur party tonight, and we wish you have a wonderful evening. Thank you. 谢谢。今天是我们小阿姨的生日，我们在这里跟她说一声生日快乐。薪火传承已经到达每一位员工的手上及每一个角落，我们把爱与感谢一起散播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请现场的所有人，我们举起你们的蜡烛，我们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爱散播到我们齐力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请我们的董事长。各位贵宾，还有我最亲爱的同事们、同仁们，希望明天的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尾牙办得更好。如果我们的业绩在蒸蒸日上，我们的奖金还会再更多的提供出来给各位员工的鼓励。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从南部高雄来的，为我们煮这么好吃的
佳肴的三姐妹餐厅的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哦。还有我们的同事们，你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有喝酒的人，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安全。有我们没有喝酒的同事把你们送回家哦。还有谢谢我所有的朋友，所有我的家人，还有我远从国外过来的各个朋友，谢谢你们一路的相扶相持，谢谢你们，谢谢。我们请现场的所有人，我们一起回馈，一起唱感恩的心。现在拥抱你们身边的朋友、家人，跟他们说谢谢你，我爱你，辛苦了。回去时记得感谢您的家人，这么贴心，这么包容，带给我们完整的爱，因为有你们才有今天的我们。我们跟大家互相一起拥抱好吗？拥抱一下，因为有我们的洪小姐，我们才有今天。因为我们这些员工的努力，一路走来的辛苦，谢谢你们。明年再来拥抱，好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还要那个比赛的评分快要开始了，好不好？就这样子，明年哦，等着明年再拥抱，好不好？谢谢。
去，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谢谢你们，谢谢。